大才，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我们又要滑板了，好不好啊？练习一下滑板好不好啊？大才，方才练习一下滑板来，来，方才来，尿，怎么又尿了啦？这就是你们最爱的发财，吓尿啦！小刘姐，你要玩滑板啊？那你先来好吧，你们两个谁来？不能好吃懒做的，要学习学习，要掌握一门技能的，好吧？好不好？现在国家都在提倡素质教育，我们也要素质教育，好不好？来，谁先素质教育？哦，小刘家先来，要么，好吧？小刘家你先来。那发财这种没文化的人，小刘家先来。来，小刘家先来。好好好狗，哦哟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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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么牛的，哎，牛掰的牛掰的，你看我们小六甲滑板滑的好吧？丑八怪，你不害怕、啊？你是怕他不敢下来了还是什么？哦，跟小六甲滑板滑吧，好吧，厉害吧？我本来就是运动健将啊。再往前面去一下。走喽！干什么了，发财？好，发财轮到你了，神经病！现在发财轮到你了。我胆小，别找我。发财要玩吗？要不要玩？柚子。发财来，轮到你了。上来，上来。发财，这是你的滑板呀。发财今天是丢脸丢到家了。我小脚脚还想再玩一次。追破板有啥好玩的？没见过世面的家伙。还小刘家厉害，小刘家有技能的呢，会滑板。发财你就不行，发财倒他了，把小刘家抱起来，发财逃掉了。就是这么牛，小刘家厉害的，厉害的，厉害的，哇 ！Good， good job。中药好厉害，我小姐姐十项全能，还是小刘家最来塞，怎么样？好玩吧，小刘家，啊，站着不动啊，吃了。大兄弟，你吃错药了，我发现你最近有点刁。大才，你干什么啦？我要做滑板健将，参加全国比赛。发财，你就是个好吃懒做的家伙。我考清华行了吧？这发财看到滑板很生气啊。发财，你就是个好吃懒做。小刘家太厉害了，太来塞了啊！发财走开走开，今天晚上没饭吃了。好，站好，小刘家乖乖。好，我们往前走。猪猪想的啥？你给我下来，看把你能耐的。把鹌鹑风干一下，给他们做早餐。哟。发财干什么？这么起劲啊！妈妈在给你风干鹌鹑。小六甲很厉害的，会滑板，要多吃点。哈哈哈哈！擦头一擦，应该是这个。老点老点。